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怎么怎么，你咬我呀？我是来自文博学院，想比我快，除非你现在就去告白。叶凌学长，跟我过来一下。好。在军训动员里，叶凌学长要走。叶凌学长。 不喜欢你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了！不是谁追你啊？又没有报警啊？报警了！干嘛呀？ 想起来了，你是谁啊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们没见过吧？不可能啊，不能够，没有没有，他是叶，叶什么叶啊？别跟着叶，再叶朋友都没得做啊！叶淼，他是叶淼，叶凌学长的弟弟。 这样啊，难怪长得这么帅啊，缘分呢，缘分。素颜说拜拜，快来谈恋爱，缘分色彩随我微笑盛开。